我们一起做烧麦、肉馅、圆葱、蘑菇，这种蘑菇、杏鲍菇这样的，高丽豆啊，鸡精一丢丢。我们来自中国的蚝油，李锦记的蚝油。一丢丢，哎，嘿嘿嘿，料理酒一丢丢，香油一丢丢，白糖一丢丢，淀粉稍微多放一丢丢，姜末高丽豆。多放一点点，应该能好吃。接下来就是抓抓抓抓抓抓抓，里边可以放一些虾呀，或者是海鲜类，或者是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可以把胡萝卜呀，什么大辣椒，也可以切碎放里边，差不多这样就 OK 了。重点来了，烧麦皮。这个用水饺皮、饺子皮可以代替的哦。切成条，打散。因为肉里会出油，少放一点点油就 OK。刚才切好的烧麦皮放了一点点。肉馅糕，撒开，给它铺均匀、铺平。剩下的烧麦皮铺上去，少放一点水，盖好盖子，蒸15分钟左右。哦，然后最后把水蒸开就可以。